大家好，我是一中国女人在英国的春阳牡丹。今天呢是星期四，我们全家决定呢，度个小周末，因为是 half term 嘛。我有个视频就讲到英国的学期假呢有三个哦，就是秋天，这是秋天的一个 half term，所以我们孩子还有一个星期时间，才开学，这样呢。我们现在正在去的路上，要开2个多小时以上。然后，可惜的是天气不是太好。不过没有问题，我看情况吧。如果有可拍的呢，一定给大家拍一拍。把我的镜头呢带到英国的乡村，英国的另外一部分，然后呢跟大家一起分享。好，我给大家看看交通和天气。今天的天气真的很差，早晨下了一大阵的雨。昨天还好，昨天是 Halloween Day，就是那叫万圣节。我有一个法国朋友告诉我，法国的晚上下雨了，所以他们打着伞，然后脸上化着妆，穿上怪怪的衣服，然后去讨点糖果这样子。好在英国还没有下雨，昨天没有，但是今天开始。今天下的不少，现在这个时刻没有下，但是还是很阴的天气吧。看如果有可拍的，一定给大家分享。我很乐意，给大家展示一下，这是我们普通人的英国人的这种假期生活。老公也请了假，请了3、4天的假，然后孩子们也在家，这样我们可以全家都是网上订阅了这。因为在英国旅游还是很方便的，基本上，吃用了都没有什么问题哦。而且你提前就是预订的酒店啊，便宜也贵也都是，条件各方面都是没有问题的，都非常方便，服务也不错。所以我们拭目以待，看看我这3、4天的假期里会发生些什么。呵呵，谢谢，等一下见。这种地方都是高速公路中间有这样一种休息的地方，你可以加加汽油，买杯咖啡，然后吃些简单的午餐或者晚餐。他们都是长时间营业的。我们在这里稍微停一下。现在能看到，哇哦，this called Cove Castle。这是一个很老的一个城堡，我马上去看一下。你看，这是我想起我孩子想小的时候，他们都有这个设备的，给小的2岁的。以内的3岁以内的孩子换尿片的地方，那是非常方便的，而且你看这个环境也很干净。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，应该是写东南部的英国，很干净啊。你看这厕所设备，你看这个是真的，这化石，很漂亮，整个一块岩石下来，这放在这个。卖茶跟水的地方，然后还有给放狗的盆子这样子。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地方，叫 Cove Castle，马上就上去。然后这个地区呢叫 Dorset and Wiltshire，很好，欢迎到此一游。好，这就是我们所在的地图了。这就是我们这几天要活动的这个地区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在走向这个有1000年历史的罗马人的一个城堡。哦，对面有些牛叫。今天好在雨停了，然后呢，还是看到。绿色，看到阳光，看到阳光，有人在山上爬，然后这就是
有些人已经离开了，就是这样。哦，接着看，这就是罗马人的城堡。一千年以前的城堡，真是都是残迹了哈、哦，具有很多历史，很多故事了。我儿子拒绝让我照相，他说他不喜欢我的相机。啊，我的相机太神奇了，帮了我很多。我所有这么多的好的视频都是我的相机录下来的。孩子大了不由娘。孩子大了不由娘，孩子大了不由娘，没有办法呀，没有办法呀。我们可以听到远处的教堂的钟声，教堂钟声，现在还不到三点。我们在走向那个一千年历史的罗马人留下的城堡。右边有一条小河，是不是当年的护城河？都有可能。太神奇了，你看我出门就会遇到这些事情。原来是这个教堂在为一个逝去的人出葬，你看这个车正好拉着那尸体，去世的人。你看这是英国人的那小村子里，这样就这么巧合，亲人们朋友们然后为这个人送葬。长长的车是拉的，不知道他这位去世的是男人女人，还有他肯定有他的故事了，太神奇了。其实我看到穿着白衣服的是个教父，一个神父刚刚走过去，然后他们会吃饭的，会在一家会这个死去的家人会准备饭菜，然后很轻松，没有什么哭鼻子的或者说什么累的呀，他们会有些讲话。我参加过一次葬礼的举行，是我老公的爷爷，我先生的爷爷去世，也是那次也是第一次来英国，十几年前了，参加了一个我从来没有见面的人的葬礼，所以这么巧合，太巧合了。我们爬上来，爬上来是这样。是个非常特别的小镇哈，这些房子也都很有特点，很有历史了，估计肯定是了。这一房子就500年以上没问题了。OK， 这样我们来到，我们进入这个城堡，很好看，残壁。哎呦天，哎，坐了2个小时车，头晕头晕，是够累的，但是。对我们来讲，旅游就是一种 sorry， 旅游是一种放松跟学习的机会吧，我们这么说。它还一般有弄个花园之类。这是个小饭店，7磅9喝一个茶，吃2块蛋糕这样子。它乡村这边都是小庭小院的。都是非常有特点，而且很好看。这个季节还有绿色，这季节还有绿色。啊，这应该是 back garden 了，是人家私人的后院。Go away, nothing with you. 嘘，
刚才他们给我看，我孩子和老公给我开玩笑，我就说啊，我看到这个桥，就现在我们在桥上，其实这是一个小，好像也是，相信也是过去防御的，然后呢，进入城堡的这个大门。我就说我们刚才在下边走嘛，刚才上来的人，我们在下边走，然后我说 I saw the sheep. Yeah, we've been looking at it. 这一只吃羊的，吃草的羊，吃羊的草，吃羊的草，吃草的羊。我刚才跟他说，我说我看到这桥，于是他们就说啊，也是，那意思就不要说那么多话，没有用。你看到的是城堡，你听到的是教堂的声音，好像他们那种这种语气就是说，哎，没有必要说。然后我就嘘，我就很不高兴。然后刚才大家看到我这样嘘嘘的时候，就是说不要说，不要说，哦，没有必要说话，你根本就没有来到这里，哈，哦，就这样跟他们较劲呢。这已经进去了，我马上进去。但我给大家看一只羊，羊吃得很肥，吃了很多草，吃了很多草。太阳已经西下了，现在是当地时间3点钟了。这是刚才那个教堂，听到音乐的声音，然后又看到一个，正好就像电影安排一样的，哦，太美了。看到一个人在送葬，还有他的亲人，还有神父，很多人都还在看，还在看一下，进来给大家摇一下。哦，那还有个 little pause， OK， 他们可以绕着走，可能是下去，然后下边也有居住的人，周围还有房子。现在的光线能看到颜色了，很好，能看到秋天的一些金黄的树叶。Hey, Hopkins, Halloween night. That was last night. Hey, beautiful. Look the car. Oh. Here. 这都是昨天晚上万圣节的情景。Oh, it's a nice view. Coming， 好不好看？哦，放在稻草上，还一只可爱的狗。Hello， good afternoon. Oh, this is a punishment tool, I suppose. Put your head into. Look like that. 估计这个是，惩罚的。跪到那里，然后把头伸进来，两只手，这可能是这么，我这么估计着，当众惩罚，没得修了哈，要地方政府再弄个修复的呢，也估计也不错，看到这个。时间啊，这就是时间。时间无情，历史证明。时间无情，历史证明。这是什么？这不是古迹啊，这是给小朋友玩的，给小朋友有一点教育意义的吧。有两个 Y， 哦，古罗马数字，这是古罗马字，对，古罗马字，65。应该是4吧，这是2，建房子的是吧？这都是有，就是跟罗马人的文化是有直接联系的。